Hey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I'm really excited today to talk to you about a new series we're launching called Ask Jianli Wu.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us, I'm Phil from ZhenTea, and ZhenTea is made up of myself, Jen, and Jen's mom, my mother-in-law, Jianli Wu. Jianli Wu has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tea, author of 7 books, and is just a grea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tea and its culture. We did in the past do a live session with her, but due to the distance of China and the clunkiness with the internet, there's always issues around that. I'm not saying we won't do them in the future. I hope we can, but to make sure you get the information as smoothly and quickly as possible, we're launching this series. So if you think you like this idea, smash that thumbs up button now. Feel free to wait to the end and see if you like the idea. But, and most of all, don't forget to shoot your pressing questions for Jianli Wu in the comments down below so we can keep the answers coming. Despite以前我也非常喜欢喝茶，但是只有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进入了茶行业才。 真正有了去茶区的机会，我们经常会从各种各样的这个书本上会看到说中国是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全国有21个省市自治县产茶，茶园的面积是全球第一，产茶的产量。 也是全球第一。直到后来我在走茶区的过程当中，才深切地领会到了我们这些书面文字它真正的意义。我们中国的茶园基本上是在北纬30度以南的地方。 基本上每个省都有产茶，它涵盖的我们说的从茶叶的加工工艺有6大茶类，那这6大茶类呢有几千个品种，它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边边角角，而且很多的茶园都是在。 边远的山区，基本上当然也是风景秀丽的地方，环境啊，生态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地方。那我这几年的茶山走下来之后，真正的深切体会到这些，过去的茶农是多么的不容易，要把。 茶叶经过各种各样的加工，这是有一个艰辛的过程，而且因为加工茶真的是那个几天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要把加工好的茶再从大山里面运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在这20多年的我的茶山的这个经历当中，我经历了很多，就是很多的茶园基本上是不通公路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只有摩托车才能过得去，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要人走的过去，那真的这种艰辛，只有你去了之后才能会深切的体会到领略到。 曾记得有一次去云南的茶区，那条路谁都不肯去，也是可以开汽车的，是找不到车，最后呢找了一辆车，这个后面的车门都是关不上的，然后我们坐在后面的人就是一个人拉着左手的这个车门，然后坐中间的拉着这个左边的。 然后最右边的拉着中间的人，三个人都是紧紧的拉着，生怕那个车一颠起来之后把我们给甩出去。那这样的经历其实真的是，当时是非常艰辛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
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到了目的地之后，基本上啊，我们全部是面目全非，因为全部是脸上都是尘土啊，基本上看不出原来那个肤色是什么样的了啊。这些经历呢，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呀、非常宝贵的亲身的这个体验。在有些茶区，因为茶农呢，他们都是祖祖辈辈啊，父辈甚至于祖辈，他们的加工工艺就这样延续下来。其实，在制茶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做的茶啊，其实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因为他们啊，跟外界的接触比较少，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改进啊。到我去了之后，他们觉得也很新奇，因为村里面有些边远的这个村是外面的人是很少有进来的，而且是一个喜欢做茶的人。然后我呢，因为去的茶区比较多，所以对有些茶区的一些加工方法呢，多多少少还是有所了解。所以我在看到他们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告诉他们一些茶的制作在哪儿，稍许做一点改进，可能你的茶的口感啊、香气啊、味道就会更好一些。这就是我走茶区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也算是为茶农做那么一点点贡献哈。其实真的每一个茶区的茶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加工的工艺不一样，它的色香味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对于我们喜欢品茶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幸事，因为中国茶的品种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我曾经开个玩笑，我们说我每天喝一款茶啊，每天都喝不同样的茶哈，我们三年可能都不会重复啊，因为真的中国茶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喜欢喝茶的人呢，有时间有闲钱有闲情啊，可以跟着我一起到茶山去转转。